常州春秋淹城，这座神秘的春秋古城也有近3000年的历史。它由三道城墙、三道护城河环绕而成，三城三河相套的独特布局令人惊叹。相传淹城曾是商末周初燕国的国都，燕军带领臣民南逃至此，凿河为堑，堆土为城，以此作为避难之所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漫步在古老的城墙上，感受岁月的痕迹，参观淹城博物馆，领略春秋时期的灿烂文化。园内绿树成荫，风景如画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时代。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当年金凤凰曾降了淹城，带来祥瑞之气。如今淹城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春秋淹城，古韵金风，一梦千年。华灯初上，你一袭红袍，穿梭在古今之间，感受时光流转与文明延续，触摸春秋版图，踏入了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走进儒家，体悟以仁爱育人心的教诲，步入道家，道法自然四字顿悟天人合一的真谛。编钟五月，月千年唤醒文化记忆，开城迎宾，鼓里重现春秋盛世，铁花绽放，火壶流转，夜幕下续写古老传说。春秋王宫的庄严与古城花巷的幽静交织成韵，你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亦是现代的参与者。时光流转，现代的活力扑面而来，淹城春秋水世界里，欢声笑语与浪花共舞，舞台上精彩的节目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，儿童乐园中春秋水战的激昂，弹跳塔的惊险，转杯派对的欢乐，每一处都让人心潮澎湃。春秋淹城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穿越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该怎么形容春秋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，思想辉煌，群星闪耀，百家争鸣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数十年，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山。而今在淹城得以梦回春秋，再现五霸争锋，老子孔子双星闪耀，春秋王宫科举再现，燕中礼乐市井繁华，诸侯纷争不断上演，夜幕降临，春秋战鼓响彻燕城，水火挪舞气势昂扬，锦绣丽人裙姿曼妙，千年铁花冲天起，万千星光从空落，上大天道，下至文化，在光影盛宴中梦回春秋，共赴千年文化之旅。
闸高峰酿节，筑城挖河，名曰淹城，是此间春秋被兵戎相见，文化璀璨，旅月和鸣，是历史与文化的灵魂之河，是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一段不朽的传奇。是诗人笔下的火树银花不夜天，还是跨越千年的诸侯纷争不断上演？来淹城穿越神奇之门，与古人共赏春秋之美，见证辉煌盛世。明清看北京，隋唐看西安，春秋看淹城。淹城是国内唯一保存最完好的春秋地面城池遗址，距今已有2700多年。淹城遗址从里向外三城三河相套，形如灵龟，既利于防范御敌，又利于防洪蓄水，使军事要塞与当地气候完美结合。淹城有三道城墙，依次是500米子城墙、1500米内城墙、2500米外城墙，高3到6米，宽8到13米，为开挖护城河之土堆筑而成，此为外城墙。点名故里，2700年前，点名就是在这里建立城池，渔樵耕织，安居乐业。龙泉又名龙海，淹城三河自成水系，不通江湖。1934年大旱，百河干涸，唯此不旱，百姓靠此水渡过难关。独木舟出土处，为淹城村民取泥积肥时发现，后又出土3条，长11米，是发现保存最古老完整的独木舟，有天下第一舟的美称。木地石刻，又叫石像生，有辟邪、祈福之意，始于西周，有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、石狮等，形象生动，线条流畅，造型优美。枯山水，春秋时期，王公贵族及文人墨客喜欢以山石、枯木为主体景观的园林。关雎井，相传百灵公主在此打水，与刘国王子热恋，在此海誓山盟，情定终生，因此关雎井成为一眼爱情景。关雎桥，百灵公主便是在此与刘国王子一见钟情，结下一段动人情缘。竹木井，深7米，直径0.8米，井内有方形框架，四角梳木桩，四周围以竹子编织的竹排，既能防滩又能滤水。眼君殿遗址，据载紫罗城高20多米，气势雄伟，城中方形大地块筑有眼君殿，是眼君临朝李政的宫殿。千家及芦苇，相传百灵公主天天在此守望，等待刘国王子。淹城神龟，相传淹城由神龟变化而来，为淹城的图腾。俯瞰淹城的形制和布局，却与神龟极为相似，实乃一块风水宝地。岳飞点将台，就是金军进攻常州，请岳飞增援，经过前后四战夺回了常州。相传岳飞曾屯兵于此，此土台为岳飞点将台遗址。九龙问鼎，创意来源于诸侯争霸问鼎天下的高空飞翔，48米的高空飞翔，360度高空急速旋转的刺激晕眩，其高度与动感飞翔弧度堪称亚洲第一。编钟演奏，乐宫内聆听编钟乐手演奏的恢宏乐章，观看柔和了古代踢踏舞、剑舞和幽灵表演的宫廷乐舞，展现春秋时期礼乐大雅之乐。春秋版图，是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割据的版图，12根景观柱是诸子百家中12大家的象征，
体现了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。霸王狩猎区以雕塑展示春秋时期齐桓公等霸主狩猎行乐的场景，再现春秋诸侯逐鹿中原、残害生灵的历史画面。阴阳家，朴素的自然哲学家，提倡阴阳五行说，代表人物邹衍。纵横家，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，代表人物苏秦、张仪。杂家，是综合百家学说的学派，反映国家统一文化融合的趋势，代表人物吕不韦。儒家，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，作为传统文化主体，是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、思想枷锁，代表人物孔子。兵家，研究军事理论，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，代表人物孙武、孙子兵法。墨家，猛烈批判儒学，主张兼爱非攻，代表人物墨子。道家，以老庄自然天道观为主，与儒墨学派对立，代表人物老子、庄子。医家，救病治人的医家，倡导中医药学，代表人物扁鹊。农家，注重农耕的学派，尊重农民平等劳动，代表人物许行。法家，王朝更替，历来儒表法理，交互为用，代表人物韩非。小说家，从官方走向民间，成为一种文学样式，代表人物庄子。名家，又称辩者，着重讨论概念事实之间的关系，代表人物惠施。市井商街，商肆集中的地方，街道上几座石牌坊烘托古街风貌，商号采用春秋文化元素命名，